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0月2号了啊。昨天是中国的国庆啊。昨天我们在那个纽约川藏烫开车了一整天啊，这个片正在剪啊，还有这个福建的侨团啊，很多以这个福建同乡会为主啊，主办方啊，长乐工会啊，这个大的侨团有几十个侨团参加了这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这个仪式啊，大家看这个在4.95晚间的高速公路啊，车辆是异常的繁忙啊，有哎你好 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and 乡亲们，现在是晚上18:52了啊。我们是从长岛回法拉盛的路上啊。谢谢，现在长岛啊，有点恢复到疫情以前那个样子了啊。就是车多人多啊，夕阳余晖洒在这个 S95这个道路上，异常的这个漂亮啊。昨天一天很忙啊，也拍了整整一天的视频，没有直播啊。给这个福建侨团啊，以及在纽约的曼哈顿川纳烫拍摄这个他们庆祝中国咱们的母国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这个活动啊，已经拍摄了，今天还没有剪完。今天我们来到长岛一点小事来忙一忙啊，我们现在在回去的路上啊。如果视频质量好的话请打个一，我们现在开在路上。你们觉得质量好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现在这个套餐，升级到最佳的套餐啊，最顶级的套餐啊，无限流量，而且绝不降速啊，100G 以后也不降速。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而且我用了1080的啊，这个来给大家直播的啊，这个叫什么？落日的余晖啊，余帆点点，给大家看这个像仙境一样啊，是吧？哎，谢谢这个纽约这位先生打了一，还有人打二啊？为什么还有人好有人不好呢？啊，还有一二三，哈哈哈哈，谢谢一二三，谢谢。视频清晰度觉得好的打一，不清楚的打二，还有不清不楚的打三。OK， 谢谢。昨天一天就忙着拍摄，就没有直播啊。今天我们去长岛了，现在从长岛回纽约市准确讲回法拉盛的路上啊。谢。一说就卡，是吧？谢。我觉得还好嘛，没有反应卡，是吧？如果你的机器卡的话，能不能重启一下设备？谢。现在是在纽约州啊，这不属于纽约，是纽约州长岛啊。我们现在是从长岛的这个40多出口啊往回走啊，往这个法拉盛走这个路上啊 S95。现在的这个在往常疫情之前，现在是这个应该是法拉盛疫情这个在疫情以前啊，现在应该是晚高峰时段啊，6点多钟大家下班啊、上班啊等等。原因啊，所以说现在车也开始多起来，就说明啊这个还是在恢复啊，恢复状态，但是跟疫情以前比啊，还是差一点啊。有人说是不是车堵就好？不是，但是呢，就是在疫情之前都是这样，到了晚上的6点钟或者5、6点钟开始，长岛就会堵车啊，这是一个常态啊。如果不堵就很奇怪，是吧？因为在疫情之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因为这个现在好了，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车上少了很多，这路上少了很多车啊。我们是在 S95啊高速公路上啊，在纽约州长岛啊，长岛不是纽约市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从长岛往回啊，往华盛回家的路上啊，都是回家。哎，长岛也是我的家，这法拉盛也有我的家，是不是？加多是吧？加多。
我们就是现场直播一下这个这种状态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状态，就是纽约市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啊，现在疫情已经快慢慢的有所好转，在这个时段的话啊，这个法拉盛的这个不是法拉盛，长岛这个 S95 高速公路上的情况啊。没事，因为今天在长岛有些事，所以到长岛来的啊。昨天拍了一整天的片子啊，这个视频啊，所以说今天还得要剪啊。昨天所以说没有给大家直播啊，因为昨天在纽约这个曼哈顿有几十个侨团活动啊，所以说没办法直播啊。所以说要单独的做一些片子，所以我们去拍摄了一些素材啊，谢谢。我们应该从那海边走啊，不让走算了，我应该从那边往海边走，看一看海边那个。你看在这个纽约啊，长岛啊，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港口，所以说这里的集装箱啊卡车也比较多啊，你看这个运输还是比较繁忙的啊，这是 FedEx 的这个运邮包的这个车辆啊。现在有已经有19-20人在线是吧，昨天和今天啊有两天已经有一天没给大家直播啊，没给大家见面了，还前一天我也没有直播好像，对吧？所以说也想念大家。好，我们驶往 S95 呢，是这个四车道啊，双向四车道，这是一个通往长岛的一个主干道啊，主干道从这个纽约一直到长岛，有将近最远处大概在70多出口啊，就是大家知道那个，70多有一个叫Tiger 一个 Olay 一个，就是一个打折的一个专卖场，跟在70多出口。当然，长岛最远端是在蒙塔灯塔啊，大概从这个法拉盛开车会将近有3到4个小时的车程啊，叫蒙塔灯塔。那个是最远了啊，长岛。所以说为什么说这长岛 Long Island， 因为这个岛非常狭长啊，非常长。长岛是东西啊狭长，然后南北呢比较扁一些啊。今天是国庆节吗？昨天是中国，昨天和前天严格来讲，是中国的国庆节啊，10月1号啊，今天是2号了啊，美东时间是昨天是美东时间是10月1号，但是中国是在30号就已经，因为亚洲啊，中国的亚洲这个时间是比美国要快一天的，东方啊东部时间，所以说。他们在美东时间30号就中国就是国庆了，那么这里的10月1号呢就比晚一天，但是我们是按当地时间来算的话，就10月1号，就是昨天是国庆节。谢谢，长方形，哈哈哈哈，长方形，长岛，也不是长方形啊，有点像这种，两边尖，
现在落日的余晖洒在 I-495 高速公路上啊，是这个，而且这个点点的车灯啊，也映衬在咱们这个镜头里面啊，所以异常的这个美丽啊。如果有如果这个主播不是诗人啊，如果有这种闲情雅趣的话，还有这种就是应该吟诗一首了，是吧？长岛是位于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啊，行政上属于美国的纽约州，长190公里啊，宽约长190公里，宽约到20到30公里啊，从纽约伸向北大西洋啊，北大西洋啊向北，这个。隔长岛与康涅狄格州啊，与康州，如果隔着长岛啊，往上就是康涅狄格州，罗德岛州相望啊，就是在长岛啊，非常狭长。和康州，大家知道啊，康州，跟纽黑文市啊，还有罗德岛，罗德岛州是美国最小的一个州啊。向南是北大西洋，是北大西洋在北美边上的这个大海湾啊，是一个大海湾。长岛呢，也是一个天然的，长岛也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良港啊，海湾良港，所以有很多美国的海军基地啊，海军基地也是坐落在长岛啊，但是那些地方可能是军事机密啊，所以我也没去看过，我想知道，但是就是没人告诉我在哪，哈哈哈，也去不了，听说在长岛有很多海军基地啊。长岛有很多这个名人的故居啊，名人的故居，比如说咱们知道的这个宋庆龄的宋美龄的故居啊，以前是在长岛。比如说一些老的美国总统啊，罗斯福总统的故居都在长岛啊，很多名人的故居，也有很多名人居住在长岛啊，比如说这个索罗斯啊，金融大索罗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啊，还有一些大鳄啊，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通用电脑公司的总裁啊，都是住在这个长岛的啊，还有很多明星啊，很多电影明星，很多大鳄啊，都住在这个长岛啊。当然，克林顿也住过长岛啊，所以长岛是一个长岛的苏富格郡，它分为几个郡啊？有个苏富格郡和这个纳萨郡啊，两个郡。纳萨郡里面有5个小镇是美国前10的富裕小镇之啊，有5个小镇是美国前十的小镇啊。这个长岛呢有几个区域啊，比较好的学区，大家知道的啊，在美国是前10比较顶尖的学区，一个首推就是 Jericho 啊，如果想要孩子上学的啊，大家知道，大概知道一下 Jericho 学区是最好的，第二排名还有个排第二的应该是大井啊，大井南高中啊，这个学区也是不错的，然后后面这个 Roslyn 啦。这个圣阿塞啊学区都是不错的学区，这在后面排在后面是最顶尖，是 Jericho 学区啊。Jericho 的这个从小学啊，这个中学啊，都是在全美排名都是靠前5名的啊。最近的排名大家可以仔细研究啊，都是在靠都是排名第一的，在全美。哎 ，Mary 玛你好，刚才去长岛了，去长岛老家看一看，去做一些劳动，哈哈哈哈，去 Jericho 老家看一看，然后做一些这个
后院的这个整理啊等等工作。现在回在路上，有两天没给大家直播了，算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直播一下，看一看这个晚上这个晚高峰的这个从长岛回到这个纽约市的这个 I-495 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堵车的情况啊。现在呢，确实这个长岛 I-495 上车辆也比原来多很多，就是跟疫情以前相比，就是在这个 Corona19 病毒以前相比，是已经多很多，慢慢恢复正常状态了。人家说堵车怎么还正常？对的，在过去的话，到这个点在 I-495 是非常非常堵的啊。如果常住长岛的这个观众和咱们这个老住在纽约人都知道，在过去的话啊，只要到了5、6点钟啊，就就很堵了啊。有从长岛下班回家的，也有从曼哈顿下班回家的人，还有到去长岛办事的等等，这个时候就是很堵。堵车为什么你说还好呢？因为这个说明经济开始回升了，大家也开始出来了，慢慢出来了，就说明疫情还是有好转了啊。要不然的话，在疫情期间，这个路上几乎没有车，没有人啊。那没有车，没有人，经济就不可能搞上来，是吧？那么什么现在大家看这个情况就知道，这个车多也开始人多了，是吧？就预示到这个纽约市的疫情还是慢慢在慢慢在这个被控制的这个方向发展啊，然后大家开始慢慢出来了，是吧？现在有35人在线了，谢谢。视频的清晰度怎么样？我现在调了一个新的1080p 的一个模式来进行直播的啊，因为调整了我的这个流量档啊，是最顶尖的流量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还会调回到1080p 啊。现在你们觉得清晰的话，请打个一；如果不清晰的，在你观看的这个手机或者 iPad 的右上角点了个3个点，点完以后，然后用这个高清晰度。然后用这个点上这个高清晰度，然后选1080模式，1080p 模式，你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清晰度了啊。当然了，你的手机流量如果开1080也是会费流量的啊。你如果是你觉得1080有点堵有点卡的话，你可以调到720p 啊，720p。如果清晰度还可以，请打个一啊，点个一啊，谢谢。如果不好的话，请打个二，谢谢。因为打个一看一看啊，你们觉得好打个一，不好打个二，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打字我可能在开车就不能细看，是吧？哎，谢谢，好，有一位观众打一了，谢谢。哎，你好，谢谢观众上来了，我们有一两天没有见面了啊，谢谢。哇，我好像开过了，哈哈哈哈，不能啊。Mary 马是二，那你的手机要重启一下啊。有观众说一和二，好，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啊。大家帮个忙，如果清晰度好打个一，清晰度不好打个二。有人讲一，有人讲二，我们看看大多数人什么情况，好不好？其他人呢？其他人能不能帮忙看一看视频的清晰度怎么样？信号时断时续啊，时断时续那是。因为基站的原因，明白，基站切换的原因，这个是对，没办法，这个因为开车基站切换，毕竟不是 Musk 的卫星的，后面我们要是定的那个 Silver Truck 啊，如果我们后面定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Silver Truck 那辆卡车的话，它那个。这个如果车上带这个 WiFi 的话，那就很棒了啊，那就很棒了，那就不会有断断续续了，是吧？
全是卫星的。啊，图像是清晰的，好的，谢谢。还有三的，还有打三的，哈哈，就是不清不楚，哈哈哈，谢谢。一二三啊 ，Mary 马是说二是指有断续是吧 ？OK。好像跟大家聊天这个时间是错过了回法拉盛这个路口啊，赶快要转掉头。不过刚才我们往前开看一看这个曼哈顿。现在是车多人多啊，就说明我们从这个四九五高速上，我们可以看出纽约的经济，还是在恢复当中啊，恢复当中啊，几乎跟疫情以前有点接近了啊。当然以前车会更多啊，人更多啊，出来的车更多。现在车辆不开动期间，可能信号不会有断断续续的啊。我去曼哈顿，哈哈。啊、哦，是的，是的，这个跟大家聊天聊到以后，就今天这期节目就坐四九五高速吧，咱们去看一看是吧？那就继续往前开了是吧？本来是回这个本来是在二十多出口就应该回。开车别聊天，好的，我就是所以说看不到大家这个。文字啊，我就随便扫一眼啊，所以说我这个我还是比较注意的啊，还是比较注意的。因为这个毕竟这个用了这个 T-Mobile 和 AT&T 的信号，它在这个基站转换当中，肯定还是有切换当中还是有一些断续，可能是这样。可能速度慢的话要好一点点啊，是吧？好的啊，我们还是下去吧。没事，再打开灯。Exit right. 我们下去还是回去吧，前面的车太多了。再往前走到哪？好，要不然再往前开吧。再往前开，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曼哈顿的这个夜景，好吧？但是今天就已经错过了下法拉盛的出口，我们就往前开啊。今天是专门这一集专门报道 I-95 晚上晚高峰的情况，好吧？夜景好美，哈哈，是，哦，是这个，哈哈，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是峨眉。峨眉师姐来了，峨眉师妹来了，哈哈，峨眉师妹来了。有两天了没有直播了，因为这两天太忙了，是吧？峨眉师妹也来了，谢谢。在直播现在人是41人在线啊，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曼哈顿的夜景啊，从远处来看曼哈顿的夜景啊。因为今天还是比较忙，所以去长岛去办事，然后回来路上咱们就直播一下啊，直播一下这个I-95的夜景。哦，是有点卡，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毕竟在直播，所以直播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汽车当中直播就是会有点卡顿，如果录播会好一些，对。但是直播呢，跟大家可以聊聊天，是吧？录播呢，就是缺少聊天的机会啊，就是这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是喜欢跟大家聊聊天，是吧？还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克服一下，会有一点点卡的，是的。因为这个蜂窝基站啊，我们在开车上速度越快，它越卡顿，因为这个在这个基站中间切换的时候啊，产生卡顿。所以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在大家经常看直播，就知道都会有一点点啊。如果在走路会好很多啊。好，前面我等一会儿就到了这个最高点，就能看到这个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迷人的夜景啊，对。星星点点就是曼哈顿的夜景啊。出发又哪里高点，大家看这个，看一看曼哈顿的夜景。这个点是看曼哈顿最好的一个点啊。怎么样？现在这个视频断续的情况怎么样？现在下高速了啊！现在视频断续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好嘞，咱们这个给大家也看了这个495的情况了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断续的情况，这个直播断续情况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他妈，他停的简直太，这个人停的简直太差劲了，两边都。太难了，像考试一样的啊，只留了一个两车的夹在一起的通道啊，太难了。马上我们就到了个咱们法拉盛小白宫了啊，咱们华人的这个华人聚集的这个法拉盛了啊，法拉盛一个中心有一个大邮局，我们叫它小白宫，哈哈，很快我们就会到了啊。是咱们第一直播这个观众在这里经常聚集唱歌的地方啊，小白宫到了，哈哈，小白宫到了。看看王老师在吗？我们三宝出摊了没有？看看，啊，三宝出摊了。哦，这里很多邮局的车啊。今天没有人出摊了，没有人啊？今天太冷了，没人出摊了。好嘞，好嘞。看着。好了，咱们到家了。
咱们到家了，咱们就停止今天的直播了。好看的，给大家看看这个梨。好了，到家了，给大家看看今天的后院，我们摘了这个梨啊，野梨一大堆啊，哈哈，就是小了点，但是野梨不知道什么味道，可能有点，我有点酸涩啊，好像这个就是成熟的，好像这个颜色就是成熟的，是吧？这个颜色是成熟的，嗯，纳凉晚会处，哈哈哈。哎哎，好，好了，今大家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啊，然后这个改天再录啊，好，拜拜，改天等一会儿我要赶快剪这个昨天的视频啊，昨天有十几个这个同乡会福建侨团在纽约曼哈顿的大型活动啊，我们昨天去拍摄了，但回来要进行剪辑啊，谢谢，晚安，明天见。